坐，跟我来。怎么样？到处都没有卢小姐的踪影，卢小姐会不会已经……不可能，再找。是是是是，你们给我这边走，快走快。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等会儿下了山，该干嘛去干嘛去。行行行，我自己走，你们不用管我。快！准备战斗！给我打死这帮小鬼子！快跑！快跑！同志们听着，注意接上弹药，等鬼子靠近了以后再打。是是。老仇，杀了那个中国军人。大佐，那边有一个花棍的。休息。你们两个去那边围住他。没有，没有啊。走。营长，枪声是从街道传来的。跟我来。走。走。还没子弹了，给我追。只要你不要跑，你还是跑。放开！我今天火气很大。畜生！不要！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不要！我好好的享用你。你给我走开！太君，土八路的火力太猛了。钱队长。你太没用了，所有人都给我下去冲冲杀冲杀杀杀杀，放开我这个畜生。长鹏哥，你来的太不是时候了。长鹏哥，把枪放下，你不要管我，杀了他。长鹏哥，你没人性，真是的家伙，听之我大人们听我。小鬼子，你把枪放下，我饶你一条狗命。你这个中国人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是把我们的智商和你们中国人相提并论了吗？现在人在我手上，你想让他活，乖乖的把枪放下。长鹏哥，你不要管我，杀了他。营长，不要啊。在犹豫什么？快把枪放下。放下枪，把枪放下，都把枪放下。去死吧！长鹏哥，快追！你们几个跟我走，走走追！对，其他人跟我来。走走，哎哎，我说你们怎么不一口气把鬼子全干掉啊？你懂个屁呀！按你说那么大，子弹早打光了。
这是我们的战术。哦，原来这样啊！啊，说来说去就是你们穷呗。嘿，你这女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哎，我怎么说话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瞧不起我们，你走啊，跟着我们干嘛？哎，你以为我？小刀，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，把嘴给我闭上！队长，我冤枉了，这女的太没良心了，白救了。说谁呢？队长，小鬼子上来了。今天真是奇了怪了，这小鬼子怎么一打就跑了？我知道了，是我吴醒春福大命大，你们呀都跟我沾光了。一边待着去。这小鬼子非常狡猾，说不定马上打我们一个回马枪。告诉兄弟们，迅速撤离阵地。同志们，撤！走走，快！宇飞，你不能在这儿。宇飞，你一会儿还是回到县政府里去，你先待在那儿，这里打起仗来很不安全。不行，学长，我还是跟着你吧，不然你们打起仗来，大家一走散，又得劳烦大伙儿劳师动众的来找我，那样我就于心有愧了。那好吧，一会儿你躲到防御楼去，我答应过你爹，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嗯。小林，你把卢小姐带到城楼的防御楼去。是。嗯。请。快跟上。朱队长。嗯。朱队长。朱队长，我想我知道为什么小鬼子会突然撤了。为什么？他们一定是回县城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之前去县城啊，正好碰到小鬼子在攻城，李昌鹏，就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，他把我给救了，哎，还把衣服给了我。我想小鬼子跟着我，一定是要打探他的下落。其实他带着人回去救人去了。那你的意思，就是说这县城里面还有国民党的官兵在打击小鬼子？哎，
队长，你不是要去支援他们吧？不是，咱们自己也没多少弹药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啊？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，那些城里的国民党官兵处境真的还是很危险。检查武器弹药，准备跟我进城。是，检查弹药。朱队长，你真是个大英雄。英雄谈不上，用你的话说，都是中国人吗？嗯。行了，你回家去吧，你的家里人还等着你呢。出发，向后转。别去了，也没指望你帮忙。